咁啊，担起嘅时候，起身咧就要直喎。如果唔系咧，条鱼就会整亲噶啦。太啱你！早晨。早晨啊！懒靓唔知丑，又话担水老爷因住啲落水氹啊！乜咁黑心啊？因住第日做老姑婆啊！死鬼佬，你因住一身牛屎臭味。阿宝，早晨。依家哥早晨，咁早啊，啲菜出嚟卖啦。系啊，种菜啊，冇时休冇时停。阿妹猪啊，叫姐姐早晨啦。姐姐好啦。 乖，同爸爸饮茶。姐姐早晨。拜拜。呢个男人系一流啊！你啊九流啦你。边个话？我够中意你啊，中意到屎屎啊！死人头，唔舍得咧。沈太啊，你床面啲衫靓，使又系点啊？嗰啲衫系俾你噶，俾我？系，如果你唔啱着嘅，睇下边个啱咪俾边个咯。其实啲衫几好啊，冇穿冇烂，点解你唔要啫？嗰啲衫啊颜色咁沉，着起上嚟影到个人又老又憔悴。 我出到去香港或者都要做过啲新嘅。你出香港啊？几时啊？你老公翻咗嚟咧？你呢？咁你又几时出去啊？你阿妈应承咗未啊？你男朋友嘅辉点啊？佢咪自己一个人出去咯，又有风流快活啫。唔好啊！你千祈一步都唔好离开佢啊！ 世事嘅嘢好难讲噶，最衰系搵唔到份工。如果唔系咧，我实冚定阿妈先。好啊，如果你唔介意嘅，嚟阿婶生间厂度做啊。真噶？你真肯帮我啦？咁我即刻话俾阿辉听，至得。你几时出香港啊？未有咁快，等多两日添。去啦。 你快啲话俾阿辉知。哦。